情是一件很激动人心的事情，就是我特别希望能飞上蓝天。人生规划不就当兵的意思？能够保卫祖国，那是我可能最大的梦想。这次意志很坚定的，我就一定想要来。嘴上的功夫那叫吹，手上的功夫那叫本事。军人是靠什么吃饭的？靠本事。坚持三十秒。不要停，不要停，坚持住！一定要训到大纲的上限，甚至呢要突破大纲。训练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流了多少汗水啊！为的就是我们今天，朋友们有没有信心？有有有！希望呢早一点进入灾区，下去以后给他们一个生的希望啊！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连续奋战了八个多小时，建立起了临时地带。空军出动八架运输机，抢武汉空运676名军队，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起飞。飞起来就是了啊！联系也好好飞。看到飞机的飞机，很自豪。开国大典的贵宾室。周总理说飞机不够，我们就飞两遍。此时此刻，我们足以告慰先烈。新时代的中国，山河无恙，国富兵强，这盛世如您所愿。空中军队